苹果13 Pro 128G 旗舰机型绝对是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一个120Hz 的一个手机。有些人问阿浩近期怎么更新视频少了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阿浩是比较佛系的，我是有什么好机器就发视频给兄弟们看有什么好机器，这样针对性就比较强，而且机器所有的机况都是如实描述，别人的就是什么定金淘机比较多，那样能拿到好的一个机况就是非常之少，因为好的机器呢都是到货第一时间所以才能拿得下来，有很多人他是不囤货的，很多博主都是跟阿浩之间互相给他们调货，因为阿浩去市场去的比较勤奋。我手里这台13 Pro 外观99芯电池100美版无锁的一个机器，还是 15.0 的一个系统，兄弟们激活未使用的一个机器，这种机器就是接近一个全新机的一个体验，这种机器跟后面的一个金色呢价格就有一个300-400米的一个差价，这种机器就是一个37张拿货，充电只有一次，外观是一个99芯的一个外观，像这台一个金色电池效率就是98，充电200多次，也是外观是99芯，这种都是一个美版无锁的一个机器，大家放心啦，这种不是一个美版的一个卡贴机，这种是插卡机用，美版无锁5G 一个手机直接到手就可以直接使用了，跟正常国行的机器是一样的。这台金色的拿货就是一个33张，跟之前的一个蓝色就有一个3张的一个差距，但是这个电池是一个98的一个效率，兄弟们这个机况也是非常之好，因为都是刚刚到货能挑到一些好的一个机器，这个是仓廪率，外观也是能达到一个99芯的一个外观，这台电池效率也是100，但是这台充电是100多次，外观是一个99芯，像这种精品的机器 128G 也足够一个日常的一个使用， 5G 旗舰机型跟基础款的一个 iPhone 13体验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，因为这个是旗舰机型，后置三摄，配合120Hz 高刷，再战5年没问题，这台绿色就是35张。